都快九点了吗？这该来了。我等谁呢？瞅我这出还不到吗？都想送呢。这说心里话挺不好意思的，总张罗给人介绍对象，介绍两年了也没介绍成。我今儿把我老头打发出去了，他还在家的话，能让我介绍吗？那大醋坛子，打发走了。 这个小宋哎，守点点儿啊！你说他还不来呢？你说呀？哎呀，一年晃我一回呀，这一晃晃我两年了，给我这心晃的，伤伤的。今儿个丫头正经秧啊，海燕又给我来电话，说又介绍一个。 说准能成，这我才来。要我都不来，还非让我黑天来。我就琢磨海燕用的啥心呢？咋的？天黑那嫌我白点儿啊？哎呀，真来了！哎呦，损色！ 干啥呀？快坐吧。人呢？不着急呢，能让女方先来吗？不得你先来吗？啊，我来先打个提前量。那不得嘱咐嘱咐你准没准备呀？啊！别老打我，我才想着。不打了。说没打着，没打着。 你说，哎呀妈，谁能受得了他呀？你能不能稳当的啊？别老上手，你说呀，要不就给人看手相，再不就给人看武行，老上手，你说，你呀记住了，就别整那一惊一乍的事儿，念啥诗啊？就那点文化，你知道把我吓的。还整，你这次你能不能整点创新？有创新。哎，整点新鲜样。有创新，随时随地都能创新。 自个儿好琢磨琢磨，准备准备啊！你干啥呀？老头呢？你不怕他吗？让我给他支走了。支走了好，我膈应他。来两年封我两回，瞅见那个相中他了还，说多尴尬！我就不在家挺好。 回家我拿本一算，他克我呀！把我克的嘎巴嘎巴的。妈呀！哎，你瞅瞅，谁克谁呀？你把店给克没了。不是我怎么点这么低？到你家非得出点什么事儿呢？这是怎么着？那什么，你别瞎动弹啊！我那个，你上那个炕上坐会儿的，完了稳当稳当，你琢磨琢磨创意，我出去买蜡去啊！不是你人之前你钻进把那蜡买回来啊！哎。 我这眼神也不怎么好，这屋里头，我消停，我琢磨琢磨，我的创意吧。哎呀，哎呀，炕是炕，炕。哎呀，好。哎呀，瞎呀你！看点儿，没看着啊？这没看着你还少串我了？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早晚得回你手里头。快走，点儿才怎么样？ 猜好了，就这家，抓紧干活。哎，哎呀，等一会儿他们回来哈，我就孙三，帽子，帽子掉。 我这一下子能不能把他们吓死？不行，头一回见面这么整不好，显得不文雅，怎么办呢？不文，哎呀，你瞅我这拧秧啊，把脚脖子还崴了，你说，哎呀！
刚才那个姿势不好看，落地姿势不好看，重来一遍，重来一遍。孙仔，这也不行，这也不行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记得刚才屋里女孩有个箱子，我去摸摸那箱子去。有箱子，我记得。在这儿了，有箱子。哎，宝子，然后箱子里头，宝子，这都有创意。宝子，我叫你都不吱声呢，你干啥呢？你睡着了咋的？你看你，你瞅瞅你，哎呀，你说你像鬼似的，你吱声好不好？给你拿了，点着。哎，那个呢？孙仔。哎你谁呀？你谁呀？啊，那是我们走错屋了。你小偷吧？不是，看出来了，就承认呗你。哎呀妈呀，真是小偷啊！哎呀，小偷啊！小偷！别闹，别闹！哎，别闹！哎，你搁那干啥呢？别闹！干啥呢？别闹！哎。那小伙子，你别闹！哎，你是不是报警的？来，给我，你还想报警？来，那不害怕，还不害怕？119啊！傻呀，报警得打110。你别说话行吗？来，我这点，来，我这点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不害怕，我俩只是图财。我们不害命，你咋这么大岁数了？这样啊，就拿1000块钱，我�俩走人，听见没？800也行。你现在给我闭嘴行不行？闭嘴，拿钱，拿钱。我不管钱，拿钱。老头管，这不还是你管吗？拿钱，俺俩不是一家的。你俩不是一家的，这三更半夜在一块儿干啥呢？我来相亲来了。相你呀？不是不是，搁这糊弄傻子呢？糊弄我呢？你这孩子，你这一天，这家的不是两口子戏演的挺好啊？啊？搁这糊弄我呢，是不是？糊弄傻子呢？拿钱，赶紧的！拿钱，我今天来就拿10块钱，打车花9块，剩1块给你也不能要。别磨叽了，我们图财，快点拿钱！那我真没钱呐！山炮，动手！动手！他咋动手呢？这玩意儿，他呀，一天哪，什么玩意儿是一个呀？不，你干啥呢？你要别！你看这小伙就淡定。你就毛了，俺又不说不给你准备钱，这不脏了你吗？你瞅你那损色，脏了该。我不想惹事啊，快点，俺们也不想摊事儿，真的。我来相亲来了，我也不来相贼来了。还让你看看，我们等会儿。
有1000块钱拿个走得了。没有钱呢。就你俩大活人1000块钱没有吗？啊，你咋这么抠呢？你我真没有啊。有没有？动手！动手！干啥呀你呀、啊？你咋这么毛愣呢你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跟他你早晚得出点事儿，你知道不？早晚把你坑了。你这玩意你挣着喝呢？你说你二乎的呢？我还废话，快点的，还你淡定。哎、有事说事，像我们俩沟通，对不对？钱呢？你就拿点儿呗，你算借我，到时候明天我还你了，不行吗？快点，还那拿呢？沙发空里头有啊。这不有钱了吗？快，走，看着别怼着我，看着，拿钱了就别怼，你跟着我干啥？你跑着呢？往哪跑？我要腿往哪跑？快点！你上进屋里看那人质，快点吧。海燕姐，哎呀，家里来贼了！我对，抓贼去！别喊，抓贼！抓贼呀！抓贼去！哎呀！抓住你们！哎，来抓住你们！哎呀，还跑，还跑！就你是的！哎呀，那个他不是贼，他是贼呀、啊！他呀是贼！拿错了，他俩是贼！别逼我们啊！告诉你，逼我就跳下啊！大哥不能跳，6楼！得救了，跟他拼了！来，严。跟我嘚着是不是？知道我干什么的吗？干啥去？柔道八段。几段？八段。八段呢？哎呦！让你拍我本了。俺们有个八段，你俩怎么办？啊，明白了。我给他绑上，干啥？三炮，你，啊，我也绑上。对，三炮啊，我终于回你手里了。老头算的太准了。我告诉你，哪天我给你俩好好算一算。110 啊，我家来贼了，都给我控制住了，你快点来吧。报完了，海燕，就问一下，那个八段是谁呀？那不就是给你介绍的对象吗？这人不错的，这人。挺般配的，哎哎，你干啥呀？你不要媳妇了？我要命啊！